家长组织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它是一个运动，也唯有家长才能讲出他们自己的心声，他们的孩子为什么跟其他的孩子不能一起去学校上学。家长干部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有各式各样的行业的背景，那他们共同的状况就是有一个智能障碍的孩子，为什么学校不能接受他们？这些家长干部他们长期参与之后，推动修法，推动服务的提供，不同的环节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障碍，都要一一去突破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团体存在的一个具体价值。如果有早期疗愈的话，我想我儿子今天不会这样子，他应该是能够独立生活。你要推动一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钱，那有钱在前面一定要有一个法。那我就找了很多的这些学者啊、专家啊、家长啊一起讨论，把这个法好，就是说有关发展迟缓儿童早期疗愈，不管从发现一直到这个评估，一直到怎么样服务疗愈，好，把这些相关的法令放在这个儿童福利法里面。大概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法，然后呢才有编预算，有了预算以后才能够推动。你要叫政府成立一个机构真的蛮难的，所以家长都自己聊了，可以自己去做。我们什么都做，好，真的，我想把是个整个社会带动，让大家认识也关怀身心障碍者。最起因就是我们有一个智障的小孩，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说，当他年老的时候，我们小孩怎么办？要对政府有压力，应该是要有组织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去。组织一个智障者家长总会，不管他是智障、自闭症、唐氏症，或者是脑性麻痹、肢体障碍，只要他的 IQ 在70以下，全部是我们智障者家长总会的服务的范围。我们当然是为人权要来努力，人人都有上学的这个资格。家长如果不走出来，谁会替我们的小孩争取权益？不管是早疗也好、教育也好、就业也好、安置也好，都要以服务使用者为主，没有社会福利这边法做一个保障，底下都是虚的。读幼稚园，屏东市竟然没有一家公托愿意收我的孩子，人生而平等。这个法源你没有正本清源，那执行下去，受害者是我们底下这些个案，还有这些家。所以我们当初这些资深的家长，就非常注重这些修法，因为我们身历其境了，深受其害，而且受害者是我们的宝贝，政策对我们孩子是攸关他的幸福的问题点。那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他？然后呢，整个的环境、整个的教育体系、社会福利的体系要如何来支持他？志总这个角色对中央的窗口政策的制定，还有反应，还有监督，除了总会之外没有第二个单位。那时候我们大家就蛮积极的，一倡导大家共同呼应。身心障碍的孩子，尤其智能障碍的孩子，都进不到学校去啊，所以非常的不公平。积极去争取在各县市都要成立特殊教育学校，还有各学校都要成立特教班，让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都能够有就学的机会。我们这种成立其实带动身心障碍者的服务权利的保障有很大的帮助。阿伟他是唐氏症，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吃饭拿筷子拿碗筷都不会啊，但是后来慢慢长大，接受教育以后，我发觉说他们有潜能，只要给他们机会，那个潜能发挥出来的话，对家长的负担减轻非常的多。现在他是我们家的养管家。世界上的潮流就是强调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决定。我们智能障碍者在社会上虽然他的能力是比较不足，可是事实上他的需求、他的意愿、他的喜好跟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很多的宣导品还有很多
办法的说明，最早的话大家很习惯都是针对父母，现在我们就推动说要把所有的各种规定呢，要把它变成易读化，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所以我们宣导的对象除了家长之外呢，也要针对心智障碍者本身，于是呢就花了很多的力气来推动易读的活动。对于一个家长来讲，如果真的现在你出生一个心智障碍小孩，你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怕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政府也很多身心障碍的资源中心，那还有像我们各地方的协会啊，还有我们自走啊，社工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已经很好了。这种未来努力的方向，就是让我们心智障碍的小孩可以跟一般人一样自由的在社区里面生活，不用说因为他的身份受到特殊的对待，可是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他有多元化的选择，他想过怎么样生活就跟一般人一样。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奇这个组织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很多事情就会接踵而来，就是你会考虑到这个考虑到那里，你就觉得怎么做都做不完，有好多的议题可以做，然后家长面对的困境啊，整个环境啊的建构啊，其实都很需要有人愿意做。可是做这件事情很辛苦，因为你要推政策，你要推立法，都不是一天就可以达成。但是我看到它的力量，跟我以前做直接服务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我们推一个政策通过，或推一个立法通过，它的影响面可能就是几万个家庭。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就开始慢慢，然后重新从头建早疗的法制制度啊，然后开始推特教，希望所有就学机会可以平等，然后希望学校要考虑无障碍环境，所以就一个议题就慢慢起来。现在的总会其实是慢慢成熟，就是走了30年，我们没有白走，我们其实奠了很多的基础。孩子应该要学会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应该是大人一直帮他。我们的18岁，可能到我们的28岁、38岁、48岁，我们的孩子都跟家长在一起。那我就觉得说，到底是我们把智能障碍者变得没有能力，还是他们本来的认知限制就这么大？所以我希望让我们的年轻人，他对他自己的每一天都更有感觉，然后也有更多的这个尝试，所以我们就开始致力的这个推动，有更多彼此的学习，有好奇，有探索，有想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当一个支持者，我就是去支持他，他想知道的事情，我们就去补这一块的不足，这样子，所以就一路走到现在。你会看到我们过去好几位青年，他从眼睛不敢看你，到他现在可以定定的看着你。那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年，他可能原来话讲不出口，他可能要讲一句话讲很久，可是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他现在想到他要说什么，他就可以脱口而出。我们看到很多生命不同的翻转，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开始意识到他自己在长大，然后他的责任也在增加。我就想说，自立这个概念不是他完全不需要别人，而是他的生活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他可以决定他想要的生活，让家长不用那么担心，如果有一天他比孩子先走的话，孩子怎么办？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是很害羞的，然后不敢讲话。毕竟除了打电动以外，其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都是听妈妈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怕他会认为我在顶嘴。连最基本的在家里做清洁都讨厌，这一生我教我很多事情，比较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吧，然后比较关心社会新闻等等的事情，自己怎么样自我发声，然后怎么样去买东西，感觉有点像政论节目，就大家可以为了一两个主题，然后发出不少意见。操作洗衣机啊，这些都是自己生活应该要有具备的能力，可是我还没有接触以前，我都什么都不会。我们自己是障碍者，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给政府。爸妈会老，那我自己如果没有办法生存到这个社区里面，爸妈会很担心。
真的这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至少我现在学起以后都可以用上。对，未来我想要过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本来就是要跟一般人一样过生活，也许我们未来可能很艰辛，但是我相信我们是走得过去的。志走三十，继续相挺，父母深情永不放弃，总会三十继续相挺，志走三十继续相挺，总会三十继续相挺，志走三十继续相挺，继续相挺，志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志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志走生日快乐，总会三十继续相挺，总会三十继续相挺，志走三十继续相挺，总会三十继续收听，志总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志总三十，继续相迎。这样的家长总会是所有心智障碍者还有他的家庭，最坚强的支柱。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